พราะอะไร啊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北南坛，我是堂主，也是师父来的。今天11月15开坛，所以很抱歉，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的时候，每个香客，每个我的supporter，我很爱我的人，很担心我，每次都打电话来问候师父很好，师父很健康，你们尽量放心，我尽力所为，我会为你们服务。连今年我的大日子，我有在做，在楼下。现在疫情的东西，我们太不很不可以很隆重的一个庆祝，所以在12月12安区大爷伯的圣诞的时候，我们今年没有游行，也没有过桥。可是师父在这边很欢迎你们来拜，你们可以拿你们的保身符来盖印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是这样。连你要的话，这三天11、12、13，在我大牌715楼下，我们有举行安区大爷伯的圣诞。连师父一路来的时候，虽然你们这么疼爱我，这么支持我们的庙，我不能够静悄悄的这样，这是身不由己，很没有办法。连今年我开坛的时候，老板说 OK 没问题，你尽力而为，你已经用你的心去做了，很好，大家高兴就好。连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啊，由我自己决定要讲走这条路，每个高高兴兴，这是一个我们华人的传统的仪式。虽然大爷伯对我们的恩情这样，对你们真的很抱歉。连7月中元的时候，每个问我师父，为什么你们有庆祝中元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因为是没办法呀，我们为了大家的平安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所以我们很冷静。在这边我向我所有的人说对不起啊。但现在 OK， 已经这个疫情的时候已经平稳了，所以说有些老人家每个都很挂念啊，要来拜拜。所以我也是老人家，我了解他们的心情，所以我尽力而为给他们来拜，可是你们要跟我合作，所以请大家能够配合我。要来的时候你最好要打针啊，打2支针。连到时候我的 working committee 的时候啊，虽然他们也是对神庙的服务的时候一路来跟着我几十年啊，所以他们的需求你尽量配合他们，连排队慢慢来。可是拜的时间这三天可以早上8点开始给你拜到10点半，因为我们政府主务，我们要配合他们，为了安全的问题，不要吵扰到别人。我们在这边已经42年了，一路来都是每个很尊敬我们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以我跟你们分享大家的快乐。连祝福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每个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连我已经的年数已经也算作一个老人家了呀，可是我的安区大爷伯这样保佑我，我也是跟你们平常一样呀，我尽力而为，尽我的能力，我做得到的东西我一定给你们快乐啊，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连我们是这个立场的时候，我们不分你种族啊，不分你宗教，你们喜欢你们可以来看我，感谢感恩，谢谢你们一路来的支持，
啊，所以我每天都每个人很挂念我，师父你好吗？所以我在这边献丑跟你讲，我真的过得很好，我身体很健康，啊，你们不用挂念我，哦，到安息大圆满的时候，庆祝大日子，我也希望你们来看我，啊，像我一样，永远的快乐。